文佛法妙难思议呀，信之为力道功德，何用心深经世事，知恶行善心巧矣，信者破邪思见，戒者破无明行。小用心啊，想看咱听经这么久了，到底啊经典文字了解偌多啊？所以文化必定爱去体会法内面奥妙啊，其实愈是了解，愈感觉佛觉性慧海啊的奥妙，毋是咱凡夫用口头安尼甲大家人讲，毋是咱凡夫用耳根安尼听，啊，就会当体会啦。实在是难思议呀！啊，但是就是这么一件难思议呀的法妙，所以咱这么爱立心愿，上重要的是一字信，咱来深信啊！咱若是相信，路一定行得到。佛陀觉悟了后，迄个境界啊，为着要为咱说真实话，四十多年间，还是耿耿于怀的伊个内心呢。年纪大了，也未讲清楚啦，也未讲到呢。人人本具佛性，也未予人人呢，甲这个佛性呢，真相信，用着佛性。啊，要安怎才会当用着佛性啊？就是爱接引、接引、慢慢接引入了菩提道。真正去发挥了那份立人群中而不受人群所污染，在人群中啊付出的呢，得到那个法的欢喜啊，得到法的欢喜啦，真自然啦，就没有执着，是空不执空，也不执有，透彻了解真空，确实呢，内中有一分的妙有，这就是教佛的境界，一份心如如不动啊，不受影响，这都是佛的境界。会记得无？咱从《法华经》视频开始，迄当阵佛陀呢，开始宣布要讲说《法华经》，要通演本怀。大家人，足侪人啊，四方八达啊，拢来到灵鹫山。来恭敬围绕在佛的周围，佛陀呢就为诸菩萨说《大圣经》，名无量义，教
菩萨法，佛所护念，这无量义经教菩萨法，就是佛所护念嘛。那是无量义经啊，是佛陀的心法呀，就是要教菩萨法啦。佛说出经义，就结跏趺坐，入无量义处三昧，身心不动。过去啊，佛陀讲什么经拢是同款。说经完啦，大家人都欢喜，逐礼而去。但是这回呢，佛陀讲了无量义经，佛陀并无起坐。啊，这个态度就是表示呢，我还阁有话要讲。佛陀继续坐伫迄个所在。啊，就无有人敢讲吼，逐礼而去啊！所以大家人也都伫迄个所在等着。佛陀既然呢静坐伫迄个所在，啊，但是真久的时间，因为呢佛啊入无量义次三昧，啊，这就是正定啦。经讲了后呢，在迄个所在入无量义的正定，身心不动，未间的好功，安尼不断不断放下出去。这个境界呢，是过去无的啊，所以大家人坐着啦，伫咧等待佛陀。接下来你要讲的法呢，绝对是不可思议的微妙法。但是佛陀迟迟无出定啦，才讲文殊、弥勒在迄个所在对答啊，应该一段文，大家人拢也会记得啦。我希望人人。从经的开头，一路安尼直直听落来，唔通讲吼，行过都甲放落去吼，哈，听现在老去了过去啦，所以必定呢爱记着。虽然法华经是这么长，但是咱也都爱。对现在的经文回顾过去，咱才会晓要珍惜啊，会晓要珍惜，才会晓要信，即个信之为立多功德，咱来相信，信心就是立多的功德啦，福用。心清净世事，咱来得不断反反复复，用心呐、啊，爱好好清净，就亲像农夫在咧做田共款，爱用心去经营，要用心清净，咱来世事。好好，真细心来思维佛法，开始就要知恶行善，伫心口意，咱知十恶行十善，所以知恶行善，心口意啦，信者破邪术。咱那是的信啊，真心的信，自然啊，咱就会当破掉迄个邪见、邪思、邪见。咱无法度去体会，多数呢，
咱的心啊，拢会点点偏去啦。偏就是想，所以啊，心，你若有真诚的心呐、啊，自然呢，迄、那个烦恼、邪见、邪思，自然呐、啊、都会去的。那戒者破无明性，戒就是你相信了后，真正这个法入心来啦。所以，安尼入来心啊，遐个无明烦恼，因为你心中有法，外面的邪思邪见呐，都未入来。咱毋是常常讲，防非止恶，系及时止恶。同时呢，嘛爱赶紧身体力行去行善。哈，大家人有菩萨群呐、啊，互相鞭策啊，为人间世事苦难去付出。大家人。互相鞭策，免得欢喜啦。毋是讲得到什么的物质欢喜，是得到呢帮助别人了后，看到苦难人解开了伊的苦难，所以咱欢喜呀。这呢，就是咱爱相信，咱爱去体解。咱若无身体力行，无法度体解，那无法度体解，啊，咱的无明惑心嘛，咱哪有法度会去了解这法妙的道理呢？所以咱爱用心啦，吼，啊，精明啦，咱讲故舍利弗，我说是相。一句，所以佛陀讲，我说事相，所讲的事相，那就是三种十二部经啦。过去讲的，甲现在呢，就会三归一吼、哦，那三性法啊，来到这呢，归为一心，所以。故舍利弗，我说是相，求佛道者，穷劫不侵。如是等人啊，即令信解，念动为说妙法华经，亲像安尼，要听了遮尔正侪法，会当头了解呢，是无简单啦、啊。这都要用真坚定的心，人生苦短呐、啊，顺时三世，所以咱都要及时把握。修行者一定要有安尼的心，唔通想讲哦，啊时间还阁真长，这世人若听未完，来世阁听，好那。来世是不是让你有因缘去听呢？一世人烦恼无起心啦，佛法无坚定入心啦，来世人有因缘得人心无？来世人呢得了人心，有因缘听佛法无？唔知哦，因为呢时间真长啦，所以。求佛道者，穷劫不侵。哎，每一个时间啊，佛法这么多，咱要不断不断的去追求。常常跟大家讲，日常生活中不离佛法，人事物都在佛法中啊。咱的心那正，心那去的烦恼。人事物呢，无不都是伫咧甲咱教育，无不都是呢，咱伫咧行菩萨道啊，真呢，真
多的时间拢伫咱的面前，穷劫不尽啊！那会当安尼佛法定定伫心里啦。那么如是定人，即令性界有安尼的人，才有法度和性界吼逆动为说妙法华经，佛都交代当场的弟子啦。未来有安尼的人，咱才会当甲伊讲妙法华经。这个法华经啊，真正呢爱心思正确啦，自然对当通应用人间吼，说出说法啊，一面讲是诸多化他。求佛道者，就是自度，把这个佛法入心来，那同时化他，好像常常讲哦，那行大菩提道，啊，这就是行菩萨道啦。对家己呢，的自性、善良的本性，咱来常常顾好伊好啊。咱对人人人啊，爱结好缘，时时感恩哦。那时时对众生爱尊重哦，爱用出了迄份心包太虚呀，一日爱日，这呢真简单。这心事呢，咱都是伫日常生活中行呢，这就是。咱爱专心入弘誓愿呐，爱专心哦。咱爱搁在身体力行，好、哦、时间爱真久啦。求佛道者，穷劫不尽呐。穷劫不尽，就是所有的时间过去啊，时间的开头。一直到咱现在，搁有未来的时间啊，穷劫不尽，爱不断啊，心不离法吼，那、哦、用尽了所有的时间，咱拢所做的代志都爱加入法，伫时间中啦、啊，咱唔通时间浪费。所做的呢，法拢流掉去。咱爱每一个时间充分利用，所用的时间呢，都是助利利他，助度度他，吼、哦。这拢总是呢，爱真用心去体会啊。所以时之长啊，数之多啊。这个时间到底有多长啊？真正是真长啊！要怎么算啊？佛陀都讲过去啊，行菩萨劫，一粒沙当一劫啦。行菩萨的沙到底有多多呢？数之多啊！那譬如。大海之水无穷之量，唔只是沙济啊，来讲大海的水呢，遐尼真多，嘛无法度去量，到底这个水有偌多吼？这种事呢，咱爱真用心，咱人人拢有初发心的时，初发
爱心啊，菩萨以无边大劫海中。菩萨就是在这个好亲像无边大劫海的内底，真长的时间呐，啊，又亲像呢沙漠的尘劫吼，安尼一粒啊一粒去算，那每一粒就是一劫，亲像海水呢一滴啊一滴去算，每一滴都是一劫。这么长久的时间来披露啦，那菩萨发大心就是爱安尼尽未来者。咱既然是发弘誓愿啦，就是尽虚空遍法界哦。何况讲时间安怎长，咱唔惊。逐天安尼呢，发拢伫咱的身边。咱逐天拢做甲真欢喜，安尼咱阁惊什么？时间偌长呢？只要如法修行啊，在人群中啊，游戏人间，咱会做甲真甘愿，咱会做甲真欢喜啊，咱敢有惊修行时间长呢？咱从初发心开始，咱一定呢。抱着这番的心哦，做得对啦，甘愿做啦，欢喜接受。安尼，这道心敢会退呢？无应该退吼，只要咱有这粒心，所以不管是啊，以时间偌长啦，为众生故求菩提道，就是为着众生，所以咱爱求菩提道。为众生故求菩提道，那如是述说菩萨的愿力吼，这都是伫咧譬如菩萨的心愿，从初发心一直到最后，这个愿力呢拢无退，安尼叫做穷劫说不能尽。好、哦，要讲个遮个法拢总清楚啦。用尽了呢，无量寿劫的时间来讲，还是讲袂尽啦。不过咱若有肯发心呢，应该咱当下就是，所以下面讲哦，如是等人啊，即能性解，逆动为说妙法。华经，修持如是经。经过了劫，修持如初念。咱虽然经过真长的劫啦，时间啦，经过真长，但是呢，咱爱修持这念，如初这念嘛。所以，根利机熟，咱不断锻炼锻炼，自然呢，咱的根基就会进来。真敏锐，看到什么代志呢？见思会理，看到物件就知影，这个物件是真空吗？真空中有妙有的道理在。那这个理根啊，真敏锐，真紧就会当了解吼。所以讲，根理基熟吼，那真紧因缘成熟啦。如是等人呢，
一文出境即令性改，那亲像安尼的人，听到安尼的经典，遮尼遮微妙啦，真难得，吼、哦、啊，真不可思议，去体会这个经的道理。但是呢，咱若会当定定守护的初念，自然啦、啊，咱的根基锻炼得真厉根啦，自然呢。还是呢，听听到经一文千五，一听到哦，好亲像呢，这个代志呀，无偌久的以前，哎，真紧呐，咱都体悟到，真呢，就是咱爱细心，在人群中去体悟呢，那人群的道理，现在来听经啦，那就一。文千五吼，那如是等人啊，一文出境即令性改，自然伊都会相信，会了解啦。逆动为说妙法华经，哈、啊、各位，经典虽然是遮尔正深。但是呢，咱若有心啦、啊，吼、哦、都无困难啦、啊，一点啊都无深啊，因为伊伫咱的日常生活中哦，吼、哦，那《华华经》的开头四品啦、啊，都已经呢真水的境界呈现伫咱的面前啦。佛陀开始呢就说《无量义经》。啊，咱大家人嘛听了解啊，无量义经完全利益人群，救济一切众生，可计拔益，复为说法，这爱的力量啊！而且呢，经讲完啊，后面呢，佛陀要再甲咱解说真清楚，三种十二分格，拢伫这个内底哩。所以咱应该爱真清楚吼，所以佛法啊，虽然法妙难思议啦，只要咱有信，为立道功德，咱自然这个信心提起来，要立这个大菩提道呢，无困难啦。只要咱时时呢，勤经世事啦，积恶行善啦，所以信解。破邪思见呐，甲破掉去，无明邪完全去尽呐，咱敢毋是如来清净本性吗？所以顶顶呐，无不都是爱咱时时多用心啊。